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这个线上是均匀的。 这相当于是从轴线上。 B线头推出。 球内。 轮子，轮子那个东西。 Gracias.
我们这就看公式，但这边就是最基本的公式，就不看体积，看那方面公式就是比较基本的公式，对吧？就是些 basic formulas。这些方式就是也这样也可以，就直接QBB。制作关系，后面小一圈那边小一圈。真假的
近的淀粉量，在这种自然作用下，圆周运动它的速率、动能或圆周期或原来静止多少电加速才能够达到这个速率，这个就是很难。这个和质量比质子大一倍，闭合量与质子相同，然后一些比例很简单的，但相同的作用能。半径的比值 ，T 的比值是相应该相等的，其实周期可能是无关。然后他说这个，但到达是哪一个？因为看他那个这个半径的计算，这个应该是比较熟悉的。那么相对话，这个能把氦和从这个诺顿定律才能把这个氦和静止加速到这个速度。高斯这个公式，这好像是高斯，高斯反正。有道理。你只要距离晓得多，那其他也都晓得多。你距离小得多，你速度是几乎相等，就是这种刚经过一次电场以及相邻的那一次经过磁场，这个速度是差不多，速度是差不多的。模取啊什么的。这应该都就是那种基本的。速度选择器，那高斯等于什么？等于是负四次方特差。哦，好像是。高斯因为特差比较大的单位，高斯就是单位相对小一些，相对小一些的单位。那个，以那种方向，你加点例子，它是自相对运动，这个力其实是。运动轨迹，这个玩意儿有点重。这球运动轨迹的是什么问题？抽象球运动轨迹。再先画一点，画点进去啊！桌子里面还有点，它搞完以后不要洗掉啊！这个搞点，开始涮一涮，可以喝杯水啊！
是抽象的这个东西，嗯，这东西很抽象。相当的抽象。只要你配速法的话，是不是？投入速度你可以控制。就在这里，我这边就不能解决了。有个类似的那种想法，就是可以通过我，你要配色盘就行，怎么说？这。基本一个的话，那要另一十个人的话，多一些吧。因为人口还有高度的差距。
사람 나름의 사람 第一次分我带进去到他们公司，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类型。ES 属于 IB。内核是怎么样的？
霍尔电阻，太神奇了。霍尔电阻，我得不要怎么再选一个。角色，你非要说那个吧，我真的是，这个还差我们四十四题，那就没得说，还是一个。B 是在这边吗？啊，这个 I L B， 对啊，发成 B 是这样。想想，我先给这个，先给这个，先给这个，我这下面，L 也比较简单啊，就平衡啊，这个按你那个形状，随意的 DL 都可以。现在为了打线 AB， 水平的架子在轻角度底板上，金属片上，你面向 DL， 允许的流畅，你哪一个电流 I 一通过？下边的一个地方，你强制冤能吃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哎呀，欢迎到什么群里？你现在可以先别说话。在那边没问题。导线 AB 水平的架在倾角为西塔的水平的架在倾角为西塔的两个金属片上，相距为 L， 并为行进电流差。基础产生了非常强的动向。就这么这么这这就就这个这个也太啊。我看一下这题目是不是那么长，就是再这样解释。一直均匀圆柱体的质量为 M， 半径呢为 R， 长度呢为 L， 绕有 N 次 R 外圈绝缘的系列式。整个你下来应该很随时很棒一下来。
IL。弯成那个拱形，上面一段长度为 L， 处在磁感强度为 B 的均匀弯磁场中。下面摩擦水银杯里，跳起来，跳进高度来去。所以它是进入的深度是知道的，然后其实没有事，他们老是把电话给我。BLQ。